选了光，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。临行仍不肯撒手，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。他很有心，很会讲，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？人又有几多怕光，要急于往花瓣下被探望。你够色便要声，若有日你也开镜，愿对白不要认你命。别要惊，别要惊，乱世下布满樽镜，这都是已吃够血腥。忘掉了伤声，抱起把天青当凄美地。